这些数据呢，我们希望能够转换成运动表现的一些指标，就可以呈现一个球员的雷达图。对于教练来讲呢，他可以知道这个球员是属于哪一种类型，因为他都在标准化环境，水温没有达到标准，他的面是不会丢下去，他就会开始跳舞给你看。对啊，阿别后啦，请您锁定台湾向前冲节目，和您一起拼经济。